这个恋兄情结也太严重了吧？恋弟情结也不遑多让。对不起。你去冲一下澡，我等下载你回家。还知道道歉，不错。赶快去冲澡啊！在想什么？哎，我在想啊，刚刚他们那个动作很不错哎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我才不要！为什么不要？嘘，小气。你生日想去哪？有想法吗？我想两天一夜。两天一夜哦，那可能要等周末哎。Simon， 好久不见， Frank， 好久不见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刚在健身房啊，我才想说最近怎么都没看你去 G Heaven 哎。他是我弟。哦，你好，我是 Frank， 你哥的朋友。永杰。你想去哪里？你再传来跟我讲。走吧，我们去喝咖啡。我载你。好，走。那你再跟我讲啊。走了。欸，你弟刚才的表情真的是有够吓人的。他不是故意的，他的个性哦就比较冷一点。儿子冷，是零下三十度好吗？欸，你最近怎么都不去 G Heaven 了？你知道大家很想你吗？我都快三十了，早就过了爱玩的年纪，而且最近工作也累。你总是一个人，不寂寞吗？寂寞啊，所以想好好找一个人稳定下来，最好是皮粗肉糙又耐打的。为什么？为了能够陪着我一起向我爸坦诚一切，然后站在我身边跟我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。你这要求太难了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，或许有一天会有这样的人。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. 等一下，送你，送你，你丢我。霸凌？怎么会是霸凌？明明是我从后面环抱他，
还有壁咚啊！你也不要那么生气啦，也有人啊在谣传啊你们两个关系暧昧。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藤吉里的反应是什么，所以你要把这些群组留言不经意透露让他知道，看他是生气多一点呢，还是娇羞多一点。不过他生气也有可能是因为不好意思，所以故意生气。所以你要很仔细的观察，毕竟神鬼都很难发现。那如果他对我有意思，但却又不好意思表现出来，接下来是比较更进一步的刺激他，比如说你跟我假扮成男女朋友之类的，好像也是可以耶。Yes，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开心啊？当然开心啊，因为目标就在眼前。他为什么突然娇羞的看着我？难道是我表现得太明显，他先一步察觉到我的心意，知道我真正的目标是他？你怎么突然害羞了起来？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藏在心里很久了，可是怕你会不高兴。你问，尽量问，我不会不高兴的。那你是一号还是零号？什么号？凭什么我是零号？你是一号？我这么爷们，怎么可能是零号？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这种事情吵架。当然有必要，事关颜面。我警告你，你现在马上就跟刘美芳说清楚，一号是我，你才是零号。办不到，我就是要当一号。多少女人爱慕我，绝不可能是零号。要比爱慕我也不遑多让。再说论体格，我比你壮，肯定压得了你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在上面，我不要到被压的那个。好啊，你只是要在上面的话，有很多姿势可以让零号在上面哦。小李撑。好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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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不需要这样吵。这不都是假的吗？就是假的，我也要当一号。那干脆跟刘美芳坦诚一切，不要继续一样游行。不行，牺牲那么多，不可以动作晚辈。我告诉你，我高二就交女朋友了，比你早破处。我交过的女朋友比你多三个。那是你关系乱，我交往的时间都比你长。要比长啊？好啊，来比长啊。你真是不要脸。真正的爷们就是不要脸，所以我是一号。好啊，拿尺来量啊。判。好啊，有种不要拿尺直接量啊。好啊，找裁判啊。小叶，你们两个到底几岁啊？你先把我的棍子还我。不要。好啊，那我派我的弟弟的弟弟跟你比。你要跟他比吗？哦，不要。打死你。我想去海边。冬天去海边不会太冷啊？我就想去。别过来，阻碍过来。好。我们一起来过。生日我要跟哥出去两天一夜。你要跟你哥出去两天一夜？很好啊，出去玩一玩，散散心。好好啊，那我们全家一起去啊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信思，请他多订一个房间。妈，我想跟你私下聊一下。哎，你们两个不要吵架哦。好啊，我跟你聊一聊，去你房间聊，走。阿米，20岁是大生日。你不要老是对他那么严格啊，他喜欢哥哥，想要跟哥哥单独去聚，你就让他们去嘛。芭比，你真的太小看他了。我只能说你真的太善良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先去跟他聊一聊啦，你先吃饭好。不要太凶啊。你这次要干嘛？我要他。你疯了？他喜欢家人住在一起的感觉，但是却自己搬出去住，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所以你也知道？我生活中就知道了，我看到他和大学同学在接吻。那他知道你？不知道。他以为他藏得很好，绝对没想到全家只剩下爸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同志。
就算他喜欢男人好了，你也不能强迫他。没有人可以像我一样替他挡住爸的反对。我有信心，爸对我也是很信任，让他把儿子交给我，我相信他比较容易接受。你装乖这么多年，就是要让爸比信任你啊。还有选医学系，我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，我还投资了基金。你有这么多钱啊？你这么早就开始投资了，计划这么久啊？你不要只是一昧反对，好好想想我说的话。以他那温柔的个性，不想让爸伤心，他肯定一辈子都不会输。但是他也不可能找女人结婚，那下场就是孤独终老。为了他的幸福，我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他会愿意吗？会的，因为我感觉得到他喜欢我。我看你是自我感觉良好。那你打算怎么帮他挡下爸比的怒火？简单，把战火引到我身上就好。怎么引？不要再想着跟着去两天一夜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。目前富商银行董事女儿的婚礼已经确定全权交给我们负责，这个月业二的业绩肯定达标。藤静这一组的业绩从来没有不达标的。那是当然，男人就是要说到做到。叶儿这么厉害，叶一也不能老是礼让，是时候展现出爷儿们的气概。这个月叶一不只要达标，还要增加10%的金额。既然叶一也要认真起来，我们叶儿不能怠惰，就再多加码10%。看来是要拿出看家本领啊。我们手上还有很多正在洽谈的海外婚礼契约，可以保证增加20%的业绩，连续半年。肖经理，你以为这是与市场喊价？藤经理觉得压力太大的话，可以不跟啊。业绩的伙伴们，今天我请客，大家去吃好吃的，吃饱才有战斗力。经理，这么大方啊？为了争第一，当然要大方。你说的没错，不只要吃得饱，也要吃得好。我今天去吃日本料理，尤其是鳗鱼，可以滋补元气，养心精力。谢谢经理，谢谢藤经理。哎，今天藤经理跟萧经理的战火猛烈哦。难道是夫妇在吵架？夫妇吵架？等一下，你刚刚说夫妇？不好意思，我开玩笑的。因为最近公司有传言说他们两人有暧昧，还有一堆图佐证。拿出来看，拿出来看。这合成的吧？肯定是啊。我跟你讲，这次是接吻，下次连衣服都没得穿。真的？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呢？我有订房间，谢谢。好的，请问想要什么样的房型？请问有一大床吗？为什么一大床？上次你不是说想跟我一起睡？没有啦，上次是因为你睡地板，我怕你着凉啊。这次今天我生日，我想跟你一起睡。那麻烦给我一大床，谢谢。那这也是我们的住宿登记表，麻烦您帮我填写一下。好久没有来海边了。我也是。你不是很喜欢海吗？对啊，只是我不喜欢自己来。你可以跟你的同学或者你的朋友一起来啊。我不想。
来海边真好，很舒服哎。对啊。哎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。这什么？防晒。现在这个天气不用擦吧？还是要擦，还是有紫外线。来，我帮你擦。你给我一点，我前面自己擦。不用，我一起擦。哦。不玩了。我干嘛拿两个碗？又没有煮给他吃。不会煮那么多吗？干嘛端出去给他？好像我希望他吃一样。放在这，他饿了，见厨房就会看到，这是多出来的。是两碗面，我有吃到。
连我出门都要瞪我，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样。不是进展不错吗？怎么会变这样？还不是因为……不行，要是说出来我们吵架是因为都想当一，那不就破梗了？美方还认为我在追腾腾啊。反正就是吵架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不爽什么啊，跟一个炸筒一样，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，还跟我呛，说要跟我PK业绩。哦，这我有听说哎，公司里的人还在打赌是叶一还是叶辉。藤经理会生气，该不会是因为公司里的留言吧？有留言啊？嗯。那可能哦，他这个人哦，很重视别人对他的看法。我跟你说，每天早上用浴室都是他用最久，他一定要把他那个脸弄得干干净净的，一根胡渣都不能有。还有啊，他鞋子一大堆，还不给别人碰呢。但是鞋柜就那么一丁点大，所以我只好啊把我的位置都让给他。好，当初租房子的时候也是让他先选房间的，超市去买啤酒也是买他喜欢喝的牌子，浴室洗发精啊、沐浴乳啊也是他喜欢的柚子口味，还有他的牙膏一定要薄荷口味的。而且你别看他这么瘦，他超级爱吃又爱尝鲜，但他又怕买的不好吃，所以我每次都说你就随便买吧，反正到时候不好吃也是我来吃。命苦，好有爱哟、哦！你等一下真的好好好照顾他哦，是吗？当然是啊，一般男人哪会为了其他男人委屈自己啊？你这是真爱。都是因为我留言才会流出去的，我去上厕所把手机忘在里面，是同事帮我拿出来的，你给我的照片就在那个手机。哎呦，那不是你的错啦，是那些偷看你手机人的错。那藤经理是不是因为看到那些照片生气啊？他应该没看过吧。不行，你道歉。道歉？嗯，我没跟男人道过歉，我不会。为了赎罪，我帮你想办法。而且啊，我听说高副总会性骚扰男员工哎，藤经理又那么帅，最近又有留言，他一定会去性骚扰他。你要好好保护他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我只想听你唱。不好意思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好，感恩许愿。我希望我爱的那个人可以永远开心，永远幸福。然后他能得到爸爸的理解，不会难过伤心，再也不用离开最爱的家。生日快乐，文杰。你愿望里爱的那个人是谁啊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的事还很多。还有什么？我还会调酒。你会调酒？我高中可是调酒社。看来我不知道事还真的很多哎。我来调一杯属于20岁滋味的酒给你喝。
喝看。好。嗯，这个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哎。好喝吧，我还会调彩虹酒哦。这么厉害哦？当然。这杯也很好喝哦，我来喝喝看。这也很好喝哎，好喝吧？嗯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，我都调得出来。可是明明就是你生日，应该是我调给你喝吧？不然你教我，我调一杯给你喝。好啊。谢谢，不要，小事。帅哥，帮我调一杯漂亮的酒好吗？我调的酒后劲很强，为了安全最好不要喝。他都可以喝那么多，因为他有我。心思，心思，嗯。你还好吗？嗯。走，我们走吧。嗯。走。走。小心。是要赶快道歉，不然怎么继续在美方面前演下去？不行，这么一示弱就得妥协，就要去跟美方说我是零号。到底在干嘛？可是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大半夜不要在我门口走来走去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你房间门外是公共区域，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幼稚，无聊，你才神经病呢！自私鬼，自恋狂，小气鬼，把头发拔光，衣服拔光，
吓死你！可以这样碰着你，终于可以拥有你，心思，叶心思，嗯，你还认得出我吗？你是永杰啊。对，我是傅永杰。我现在跟你说我爱的那个人是谁好不好？我十岁那年，他突然闯进我的生活，一直对我很温柔，从来就不会对我说不。到了高中那一年，我就发现自己爱上他了。越来越爱，越来越爱，爱得好难过，好痛苦。这么痛苦，那你不要爱了。不行，我已经很爱很爱了，就算再痛，也不能不爱。那个人是谁？我去帮你跟他说，就是
你的道歉他接受了吗？没有。那再继续，不要放弃，做他喜欢的事，讨好他。做他喜欢的事。那个咖啡。你干嘛拿我的杯子啊？就拿错了，所以这杯给你。我现在不想喝。都已经泡好了，也是你喜欢的，一点点烫。你拿错我的杯子，现在要逼我喝，是不是过分了？好，你不喝我喝。这是我的杯子，你要喝，你去拿你的杯子，把咖啡倒过去。反正都会洗，这么麻烦干嘛啊？你又不喝。怎么这么早回来？现在才快十点而已，这么早退房很亏耶。发生什么事？小叶，你干嘛？我跟我弟上床了。什么？错，我不应该喝醉的，他是我弟耶，我怎么可以？但他没有喝醉啊，如果他不愿意也很容易反抗。应该是我一直缠着他，所以他才 calm down。 你们都是男人，就算是你缠着他不要就是不会要，但他也不会自愿。就先让我弄清楚，你跟你弟上床，那谁是一？萧立成，这个是重点吗？当然是，谁是一当然是重点。如果小叶是一，那他弟自愿的可能性就比较大。他弟可比小叶会打，拳头又硬。所以，我零。那可能就是你缠着他，他半推半就。毕竟他才刚20岁，是精虫充脑、下半身思考的年纪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怎么向他妈交代啊？不管怎样，
还是得面对。他现在应该还在旅馆吧？绝对在。一个请客身上只有1000块的小鬼，是没有办法 check out 的。我去救他，带他回来，让你们兄弟俩聊一下。你怎么有钱？我说过，我会在你清醒的时候亲你。凤姐，昨天晚上是我故意灌醉你的。你说什么？不管愿不愿意，拥有你是我送给我自己20岁的生日礼物。因为我爱你，我想要你只属于我一个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我是你哥哎！你不是我哥，我也不想要你当我哥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想要叫你哥。我不想看到你。你走，小鬼，走了，别讨人厌了。得到你哥了，嗯，你被打了，被讨厌了，哎，你做这么狠的事情，一定会被讨厌的啊！要狠一点才能跨出第一步，觉得委屈。能跟他在一起就不委屈。你这死心眼的个性，不知道是遗传到谁。
可以进来聊聊吗？谢谢。还好吗？嗯，还好。今天突然发生这些事情，我想你和立晨都已经知道我同性恋，喜欢男人，然后呢？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和立晨。谢谢。你以为我进来你的房间是要聊你的性向吗？你喜欢男人还是女人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自己开心最重要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会不会聊天啊？喜欢男人不是我们找小叶聊的重点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赶紧切入主题，让小叶早点休息。谢谢你们。那个小鬼你要怎么处理？要不要帮你揍他一顿？我不反对。不用了，我只是没想到他被我影响了。被你影响？我猜他早就知道我的性向。他的个性很冷，不容易亲近人，然后跟我感情很好，但是因为没有血缘关系，所以他被我迷惑。就以为那个是爱情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恭喜我们夜二的业绩达标。嗨，经理，听说叶儿签下了一个明星契约，这个月业绩又要赢我们了。多少？因为是全包，所以应该10%。我是问你赌多少。赵颖，辛苦你了。500。你都自己这么没自信了，给我加码5000。都月底了，我没赢得了吗？来，吃来吃来。你经理我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天动地。5000是我一个礼拜的生活费。哎呀，陈经理啊，送我的。这次签约的明星不止让公司进账不少，而且还带动了广告效应，对公司帮助非常非常的大。哎，我们应该庆祝一下，今天晚上庆功宴我请客，好不好？谢谢公总，一个都不能少啊。好，谢谢公总，让您破费了。哎呦，陈经理，不要这么说嘛。你的带领之下当然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大家继续加油。哦，对对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听说高副总会性骚扰男员工，而且藤青长这么帅，最近又有留言，他一定会去骚扰他，你要好好保护他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欢迎，谢谢。高副总，您请客，叶一你想沾沾光，这样子打拼起来更有冲劲嘛？当然 OK 啊。那我们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好了。好啊，来一起热闹，来吃吃吃吃，谢谢，吃谢谢，来吃吃吃，谢谢张经理，谢谢经理。这么饿？经理，多吃一点啊。高副总对我有企图，你不要不相信。美方说他性骚扰过男员工，我怎么没听说？我也没听过哎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过刚刚看高副总对你的动作，超级下流，肯定就是。我觉得啊，你是跟美方在一起久了，已经被洗脑，觉得每个男人都对男人有企图。万物皆可腐。没错。哦，才不是啦！我觉得高副总肯定有问题。总之你小心一点，别吃亏。我是男人，能吃什么亏啊？我觉得立晨说的也没错了，虽然没听过传闻，但无风不起浪，你还是要多注意一点。听到没有？
反正今天晚上我也回去，你自己离高副总远一点。那就明天见咯，拜拜。你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子跟进跟从，不懂的人还以为你是想阻止我跟高副总的好关系。我们干业务的跟上司的好关系能干嘛？升职加薪靠的是业绩。那不然你要再讨好美方？跟美方什么关系啊？偷偷拍照或录影，刻意表现自己是一，我是零，才符合你跟美方讲述的内容，不是吗？陈木仁，我是真的在关心你，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扯到一或零。可是你这样盯场，分明就是把我当零啊！算了，不管你。这是好心没好报，自己在那边纠结，还在想什么一跟零的问题。我天哪，怎么会有人心胸这么狭窄啊？就怕到时候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啊，活该啊！麻烦死了。经理呢？我不知道，他好像身体不舒服，所以高副总送他回家了。回谁家？好像是。喂，他们去哪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经理。经理干嘛？陈木仁，你快接电话，陈木仁。高副总的车。混蛋们！
烂了。这里当然不是你家了，亲爱的，你很热是不是？我来帮你脱掉。乖，亲爱的，来，来，我帮你解开。你在哭什么？啊？走开。不要是不是？你是我的。来，亲爱的。我不要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走开，不要你走。谁？跟我来啊！啊！好啊，谁啊？谁？哎，佟腾腾，你怎么来这？唐腾腾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让开，真的不知道，让开！腾腾，这是误会的，是个畜生！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这是误会，这真是误会。最后快滚！这真的误会。腾腾，走开！你现在还要拒绝我的帮忙？你到底要纠结到什么时候啊？不要，医生，医生，我是啊，等等，我是立成，等等，我是立成，是我。立成，高副总被我打跑了，没事了。好热，我带你去冲冰水。好热，来，先坐这，帮你放水啊，马上就好了。我先把毛巾打湿了。调职了，是人事室的 Mandy 跟我说的，很突然吗？我是听说他好像是被告发什么的，然后老板超生气的，可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干嘛？你有心事啊？我没有啊，我是在想业绩，快月底了。业绩？提到业绩，庆功宴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会那么问？是不是有什么传言？不是传言啦，但就是听说那天你要回去找藤经理啊，可是他被高副总圈带走，你很着急。我也有听说，说你脸色惨白。没有那么夸张啦，还不都是之前你跟我说关于那些高副总不好的传闻，我担心嘛。那有发生什么意外吗？当然没有啊，我及时出现护送藤经理回家，他就算想要出手，也没有什么机会。英雄救美。没办法，谁叫我要追他呢？
不是啊，你要追他，你干嘛一直跟我们吃午餐啊？你应该要趁胜追击，增加好感度啊。嗯，在想什么？我也想啊，只不过……不过什么？只不过他最近好像有一点害羞。害羞。这里是我们下一季合作的饭店，两位给你参考看看。好，季总。自从那一晚，我英雄救美之后，滕经理，他对我好像就开始在意起来，总是刻意跟我保持距离。在公司啊，也不跟我站在一起，只要我一靠近，他就会离开。齐总，不好意思。但我想要问他，他却连跟我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。自己会暗中偷看我，注意我的一举一动。那我们婚宴会场的风格，你有选地方？一切以表活为主。那你有喜欢什么？这次的企划由俊伟负责，文静，你跟大强。最近，连我想要跟他讨论公事，他也看都不看我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然后问他一下，只要我一叫他，他就故意闪避我的视线，假装跟别人交谈。所以，我就直接站到他的面前。结果他干脆随便找个理由走掉不理我。小李晨在忙。小李晨，叶一组会议室开会。收到。我觉得有电，什么意思啊？滕经理对你有意思。嗯，是这样吗？当然是这样啊，越在意的举动就是行动的征兆。嗯，你不应该跟我们一起吃饭的，你应该多跟滕经理在一起才对啊。对啊。他那么害羞，我不想给他压力啊。哦，这不是压力，这个是要面对你，正视你的存在，让他知道你在他心里的位置已经不一样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继续努力。 Fighting 失败。我吃了都会胃吐。小李晨，我有话对你说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没。没问题啊，去天台。天台，天台。你最近是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就像现在这样啊。现在怎样？现在不就跟平常一样？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生什么气啊？就是一跟零的问题啊。如果你要跟我说的是这个，我老实跟你说，我没有生气。而且美方怎么想也不重要。那就好，等我早一天，我请你吃饭。干嘛请我吃饭？高副总那件事情还没跟你道谢。不用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不用跟我客气，看你想吃。真的不用，可以一起去吃中山北路那家铁板烧。你不是一直很想？不需要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还有事情没用完。小一晨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没有生气，但一直摆脸色给我看。如果你真的那么介意的话。我可以当零。你可以当零？反正你只是说说给美方听，又不是真的，就让你当一有没有关系啊？你到底要不要？
啊，小李晨，他在发什么神经啊？我都已经摆低姿态，愿意让他当一了。我请客向他道谢，他还拒绝我，态度敷衍又不耐烦的样子。朋友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他这样子。也许他不想继续当朋友。怎么可能？你以前进公司就是你带他跑业务的，你们有革命情感的。但他最近对我的态度你也不是没看到，把我当病毒一样，看到就躲。就连私底下也不叫你等等了，对吧？不是我多想，是他表现得太明显，那种厌恶的感觉真的很难受。你气消了吗？可以见面聊吗？怎么了？没有了。历程有这样的转变，好像就是从那一天晚上开始的。那天晚上在饭店，你们还有发生什么事吗？那天晚上我很难受，他背着我而已。你仔细想一想，我觉得一定是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，只是你忘记而已。那一晚，高副总对我下药，然后历程出现，我还泡几个小时的冷水。你被下药只泡冷水啊？当然不止啊，我还靠右手解决。那历程呢？他一直站在旁边吗？等等，立晨，什么？我好难受。我帮你控温，你自己弄出来。干嘛？我怎么会梦到这个啊？
你怎么了？脸色很差哎。昨天半夜惊醒，失眠到六点才睡着。惊醒？你做噩梦？是啊，梦。梦到什么？没什么啊。哎，你今天这么有闲情逸致，做早餐啊？我下午有个重要的会议，所以我要早点到公司做准备。既然早起，就顺便了。妈，你试试看，巧克力 BB 胶原锭。有时候很忙的时候没睡好或气色差，我都靠这个保养。这个啊，有维他命 C 跟 B，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，还可以维持皮肤的正常功能。小颗要好吞，一天吃三颗就好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出门了。行，哎，先生，你先放着，我等一下再收拾。好啊，谢了，拜拜。那我去刷鞋。哦，对了，昨天和心思聊过关于你最近的反常，我想应该是那晚让你感到尴尬了。什么尴尬？就你不是陪着我吗？我那个的时候你应该也在吧。就算没看到，你应该也听到什么声音之类的。刚刚听到你说做噩梦，该不会就是梦到我吧？你真的梦到？怎么可能？梦到你怎么可能是噩梦？那天晚上我确实一直陪着你，也看到一些十八禁的画面，不过我们都是男人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对吧？当然没什么啊，我可是对自己的身材很有自信，就怕你看到羡慕加嫉妒了。你的身材确实不错了，你以前的女朋友好幸福哦，你就只比我小一点点而已。谁比你小？不信啊，来比啊！比就比啊，谁怕你啊？你就不要逃跑，不敢比的是小狗。会逃的人是你吧？我才不会逃嘞！你才不要逃嘞，小狗！你只有一只小小小小鸟。小丽晨，你是白痴是不是啊？你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你急什么鸟啊？我那天晚上真的全部都被他看到了，你那个样子，超丢脸。还怎么当朋友啊？求求你接电话。总监，这是我设计的花艺，我把视觉设计那边的意见也加进去，你看一下可不可以？好，等一下开完会我看。总监，我们跟摄影部开会的时间到了，走吧。好。总监，你最近是不是没有好好休息啊？黑眼圈又跑出来了。总监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不要像上次一样又生病了。谢谢你们关心，我很好。最近业务部比较积极 ，case 比较多，比较忙，我没事了。王姐，这份资料麻烦你帮我印两份，待会开会要用。哦，好。邵芬永祥开会喽。傅永杰，你干什么？
你来了。你到底在发什么疯啊？你为了让我理你，这样逼我是不是？好啊，你现在全部把我逼来了，你现在马上给我下来。上来啊！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？你马上给我下来！我不是要跳楼，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对你的感情。你上来，我求你。上来啊！很可怕吗？废话，自己这么高摔下去会死哎！你现在还笑得出来？这就是我的感觉。什么？我七岁那时候的感觉。爸突然死掉了，妈为了生活，每天忙着赚钱，我只能借住在不欢迎我的亲戚家里。世界一下子就崩塌了，就好像站在这么高的女儿墙上，风好大，但是却没有人拉着我。其实我很害怕，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，因为那会让妈担心。我只能靠我自己站稳。一直到我十岁的时候，你出现了。永杰，永杰，在我妈妈过世之后，我也很常一个人跑来这里。爸爸工作很忙，都没时间照顾我。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孤单。我怕爸爸再婚，后妈不喜欢我。但我最害怕的是我妈妈被遗忘。可是当爸爸带你们回来我们家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的疑虑都是多余的。我喜欢你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家人。哥，永杰。以后我就是你哥，你可以依靠我，我绝对不会放手的。那我们走了好不好？我还是站在这里，风继续吹，可是你主动牵住我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，我可以依靠你，你不会放手，就算我冻得全身都是冰，可是你的手很温暖，
就算风再大再冷，我都感觉得到你给我的温暖，所以你不要不理我好不好？我很喜欢这份温暖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失去这份温暖，所以你不要不理我好不好？嗨，下楼啊，去客户那里开会。我也是。信司传讯息说，今天晚上不回家睡了。我知道啊，我看到了，所以今天晚上只有我们两个睡。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只有我们两个睡一起，一起在家里。每次紧张就咬手指，多按几下，电梯也不会加速啊！真的很可爱。你刚说什么？我没有说话，你听错了吧？睡着就跟猪一样，吵不醒的啦。他睡了一个下午。没事啦，他这几天失眠，每天睡不到几个小时，现在应该是一下子爆发了。这个啊，没到明天早上不会醒。你放手。可是如果他突然醒来呢？那你也不能让他这样卧着一整晚都不吃饭啊。哎，妈，你看，不是没事吗？我等一下吃完饭，你再把手塞回去嘛。好了，吃饭了，吃饭。好。你难得平常日回来啊，今天陪你爸喝一杯。好。爸比，信司明天还要上班呢。一杯，就一杯。妈，没关系了。啊，你们喝，你们喝。你看你爸多开心啊！你有空要常回来哦。你不要给他压力啊，工作忙，有时间就多休息。不一定要往家里面跑，我以后会常回来的，爸。不要勉强了，不过要回来啊，提前跟你妈讲一下，让她给你做好吃的。好。来来来，你先吃点东西，这样子喝酒才不会伤胃啊。好。妈咪。要帮永杰留菜。好啦，我知道。爸，我敬你。
嗯，就这一杯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哎，你很严格哎。不然呢？偶尔喝一下嘛。那你也喝一杯。对啊，妈你吗？不，我看你们俩喝，我就很开心。早安。你怎么那么呆啊？一看你把他吓的。顾永杰，你醒啦？赶快刷牙洗脸啊！你还在？嗯。你哥昨天晚上睡家里。所以你回家了。只是一个晚上，不会只是一个晚上，会有很多很多晚上，我会让你回家的。你是睡到呆掉了？你哥想回家，随时可以回家，是哪里需要你让他回家？妈咪啊，嗯，你儿子睡糊涂了，他难得那么呆，是不是现在年轻人说的什么呆萌啊？萌什么啊？傅永杰，你动作快一点啦！等一下跟你哥一起去捷运站，你上学要迟到嘞。你有没有听懂啊？我说我会让你回家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来，坐下来吃早餐。眼睛痛，睫毛掉进去。